good singer from business department, and her name is Shu Yun. Shu Yun. Let's welcome Shu Yun. 在场的男生，给点反应来好不好？美女在台上好不好？快点，美女在这里。Later when she sings, she's gonna freak you out more in a good way. 好，就我们其实很难得也邀请到了 business department 的人来为我们演唱。当然，我在这里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你是怎么样接触到我们 frequency C 频率的呢？其实这个呢，我要谢谢我的 roommate Teresa。 因为他是我们 President Mia 的朋友，然后他就把我介绍给 Mia。OK， 那其实你基本上在舞台的经验很多吧，在外面学校外面。也还好，小时候吧，好久以前了。好，这样我们就敬请期待他将为我们献上的红豆和我怀念的掌声欢迎。Take it away。
谢谢。接下来为您带来另外一首歌，是来自孙燕姿的《我怀念的》，希望你们很喜欢，谢谢。解释彼此都沉默，我该相信你很爱我，不愿意敷衍我，还是明白你已不想挽回什么？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？可是为什么？却苦笑说我都懂了，自尊常常将人拖着，把爱都走曲折，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，狼狈比失去难受。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隐藏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近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谁记得谁忘了。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，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，自尊常常将人拖着，把爱都走曲折，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，让被逼失去难受。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近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谁忘了。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，我怀念的是绝对炙热，我怀念的是你很激动求我原谅，抱得我都痛。我记得你在背后，也记得我颤抖着，记得断绝汹涌，最美的烟火，最长的相拥，谁爱的太自由，谁过头太远了，谁要走我的心，谁忘了那就是承诺，谁自顾自地走，谁忘了看着我，谁让爱变沉重，谁忘要给你温柔。我还有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近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我放手，我让座。
谢谢朱云为我们带来那么动听的歌。